为了打造玻璃成为有活力、热情、健康的城镇，提升玻璃成为优先观光小镇的形象，玻璃镇公所结合国立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，邀请国际知名的设计师齐明信，在玻璃花卉物流中心打造设计地景装置艺术。24号暗时举行点灯仪式，希望提供给民众国际级的设计形象体验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启动。玻璃镇公所国立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合作，在玻璃镇的花卉物流中心的大门口，打造一个特技装置艺术，希望玻璃镇成为一个工业生活观光的小镇。咱这次的这个地景艺术吼，咱的材料就是用咱上通常的这个地材来做使用吼。所以咱就是实践到咱生活工业这个这个基本的思想吼。咱最近工业中心吼，咱就推动一个做台湾绿工业这个活动吼。咱就是把这个生活吼，用工业来做实践吼。国际出名的地艺术齐明星是玻璃人，为了要呈现在地的特色，伊结合蝴蝶、人工大船等元素，创作大型的地艺造景，和民众无论是日时还是暗时，拢有无同款的体验。这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漂不漂亮？漂不漂亮？漂亮！让我觉得感受最深刻就是说，居然有一个作品是我们可以走进去的。那走进去之后，我们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我们可以闻得到它的香味，然后可以看得到它那种很细致的竹子竹编的这个技巧。这个地景艺术哈，我是以咱玻璃的好山好水来做主题。哦，那以连过大船行过的所在有无哈？咱的生物啊，咱的这个。所有的农作物吼，拢大丰收啊，所以讲以咱玻璃的水啊、山啦、蝴蝶啦、花啦，才来做意象。为了要提升玻璃成为优先观光小镇的形象，尤其是将工业生活结合做伙，玻璃镇长廖志祥邀请民众来参观。这结合咱在地的这个地下的这个材料吼。而且展现的，就是讲咱玻璃好山好水吼，不管是农业啦吼，各方面拢会当呈现吼，和咱伫物流中心吼，除了咱的发展之外，伫暗时也阁有一个足好的这个所在好行吼，而且这嘛会当做咱所有吼一个生活教育吼，上好的一个开始安尼。玻璃镇公所用心的安排，透过音乐暗会欣赏，配合这个装置艺术的点灯启用。和玻璃花卉物流中心变得非常的不同款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